二十六之四，渴望，玄武，四十八拍，两面墙，前奏十六拍。音乐的结构，前奏有32拍，我们在第十六拍的时候开始起跳。第一个八拍，右转90度，右脚前踏，左脚前踏，右转180度，重心回右脚，左脚前锁住，右脚前踢后点，前踢后点，重心维持在左脚，右脚下重心，同时右看，回重心左脚，再回到前面。拍子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八拍的第一拍，我们来数它一次：一、二、三、四加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。第二个八拍，重心在左脚开始，右脚前踏，左转180度，再转90度，做一个右追步，掐掐掐，左脚重心并回右脚，下重心，右脚换重心，左脚侧踏，右脚重心并回左脚，下重心，左脚换重心，右脚前踏。拍子进入第二个八拍结束，进入第三个八拍，来数拍子。第一个八拍结束到这边，第二个八拍，二、三、四加五、六加七、八加一。第三个八拍，重心已经在右脚前进了一步，向前继续走两步，二、三。左脚前锁步，四加五，右脚扫脚，前交叉，六，重心回左脚的时候，右脚扫脚，做一个右转90度的水手步，七，八加一，第四个八拍，利用加拍，停拍之后利用加拍并脚，再侧踏，然后右转45度，做一个前锁步。然后右脚前交叉回正方向，左脚侧踏，右脚后交叉侧踏前交叉。第五个八拍，左脚做一个mambo，侧下沉回重心并脚，拍子是2加3，然后重心在左脚，右脚前踢后踏，左脚脚跟提起来，像点的样子，这样子的拍子是4加5。第六拍停拍，然后左脚退，右脚点，右脚退，左脚点，然后进入最后一个第六个八拍，左脚后绕，重心回右脚，左脚前踏，左转180，再转90度，左追步。右脚下沉回复，右追步的最后一步，右转进入玄武的第一步。现在来数拍子跳一遍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加5，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加5，6加7，8加3，2、3、4加5，6、7、8加4，2加3，4加5，6、7、8加，2加3，4加5，6加7加8加1，2、3、4加5，6、7、8加1。支柱在跳完第二面墙，从这边开始跳，跳到这边。第二面墙跳完，回到12点方向的时候，要做一个下沉回复，右追步。本来要转，但是这边要加4拍的 take， 变成6、7、8加踏点，踏点从头，1、2、3、
四加五。同时在第六面墙，面朝六点方向，跳十六拍之后，从头开始。